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集的《方华集》。上个星期看过一班华姐比较静态的自我介绍，今个星期开始是时候看看他们比较动态的一面。不过讲到动态的话，一定要找来我身边这位唱得又跳得的温哥华小姐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就是美貌与智慧病重的阿海了。哇， B 超节目一开始竟然赞我又唱得又跳得，那我都要送一条桥给你了。咦，什么桥啊？就是 Thank you。 哦，多谢啊。是啊，当然要讲回我们八位入围的佳丽，个个都可以说是才貌相传的。话时话 B 超，你有什么才艺啊？哇，我好弹得的，譬如说是钢琴有五级，是吧？同埋咧，好腌尖喎，咩都彈得差，係咪彈得先？其實咧，我係隨便問一下你嘅啫，唔需要咧答得咁認真嘅。講翻我哋今日嘅節目咧，我哋咧就可以睇到一至到四號嘅才藝片段嘅。不如事不宜遲咧，交個時間咧俾一號嘅 Ficky 用佢嘅鋼琴，同埋二號嘅 Yuki 咧用佢迷人舞姿，帶我哋進入 Moment of Spotlight。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0赞助商户，新城市广场极上猪肉系列，福满楼海鲜酒家，吉兆居酒屋。兩位都好優美添喎，係啊！見到佢後面咧嗰堂樓梯啊，哇，真係好長啊，就嚟長到長城啦！誒，咁你學佢咁樣樓梯度跑上跑落，咪可以 keep 埋 fit 咯？誒，我使乜 keep fit 啫？我都唔知 keep 得幾 fat 啊！咁啊，講翻咧，我哋繼續落嚟咧，就有三號嘅 Ariel 啦，同埋四號嘅 Barrel 喎，兩個咧識好多唔同嘅樂器啊，而且仲識打功夫添啊！即刻睇下佢哋嘅才藝片段啦！
哇！頭先睇過一至四號嘅才藝表演之後，唔知道觀眾有冇大開眼界呢？嗱，華姐咁多年嚟嘅才藝表演咧，都喺個舞台上高展示噶。嗱，今年嘅才藝片段咧，全部都係佢哋一手拍攝設計，真係唔簡單啊！係啊，果然係好犀利啊！所以大家咧，如果想追蹤佢哋嘅消息嘅話咧，可以去到大會嘅官方網站啦，或者係社交平台嘅。喺呢個時候咧，當然咧要訪問一下咧我哋嘅美容專家啦，同時咧亦都係美容國晶瑩亮麗新星獎嘅評判之一阿 Daisy。究竟佢覺得我哋一班佳麗咧個才藝係點樣呢？有冇邊個特別吸引你，或者邊個你覺得需要多啲進步空間啊？其實一至四位裏面咧，個個都好平均，但我自己咧就個人特別中意三號 Ariel 啦，因為佢一開始咧彈鋼琴嘅時間咧就非常之流暢，同埋非常之有嗰個自信心啊。咁跟住咧，哇！佢又拉小提琴啦，亦都非常之高雅喎。咁跟住之後咧，哇！佢耍劍同埋耍功夫咧，我覺得哇，佢嘅剛強一面咧就表現得非常非常之好。尤其是咧佢結尾嘅 ending 嗰個 pose 咧，哇！我自己好中意。咁我覺得咧就 Ariel 咧真係表現得好好，同埋好鎮定，同埋剛柔。並重咯，不過咧，我覺得二號咧 ，Yuki 咧仲可以有多啲進步嘅空間咯，因為佢揀個音樂同個 music 咧，哇，真係好輕快，咁喺我哋呢咁沉悶嘅時間咧，都覺得好開心。但係咧，佢可以咧多翻少少時間咧，即係練習多少少咧，更加 smooth 啲咧，我覺得會更加好睇咯。因為佢其實個舞姿同埋佢嗰個背景音樂啊環境咧都非常之靚，咁呢個咧係我嘅少少嘅覺得可以改進嘅地方咯。至於一號 Ricky 咧，佢咧就彈琴同埋插花啦。咁其實咧呢兩個咧咁特別嘅表演咧，都係非常之高雅同埋好 elegant 嘅。咁佢喺插花方面咧，我覺得佢真係插得唔錯喎。咁但係咧就可以笑容多啲，同埋咧插得比較開心啲，我覺得更加好咯。咁除咗一號 Ricky 之外咧，仲有四號阿 Barrel 啦。嗱 ，Barrel 真係哇天才橫日啊！因為佢今次咧表演咗四款唔同嘅樂器咧，我覺得好特別咯。佢簡直係中西合璧，因為中間咧佢有彈吉他啦、古箏。中院同埋单簧管喎，哇！每一样咧，佢都好，真系好出色啊！表现得，咁我觉得佢哇，真系好有天才幻日，同埋将我哋中西交流咧都做得好好。嗱，往年咧我就会喺台下咧欣赏台上各位佳丽嘅表演同埋演出啦。今年就好唔同啦，因为始终都系喺视频啊或者录影咧就睇佢哋嘅表演。咁我觉得咧就对于我嚟讲，当然系冇咁真实啦。但系咧我觉得佢哋咧都系非常之充满自信嘅，而且各位佳丽咧，佢哋喺呢个镜头面前亦都可以睇到佢哋唔同嘅形态啊。輪廓啊，同埋咧佢哋上鏡喎，咁我覺得有另外一種特別嘅感覺咯，咁我覺得今年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時間咯。唔該曬 Daisy， 咁啊 Daisy 咧就係我哋嘅華姐美容顧問嚟噶嘛，所以睇嘢角度果然係唔同啲嘅。嗱，才藝睇住咁多先，依家咧係時候睇下佢哋回饋社會嘅進度啦。嗱，上一集咧個個華姐都講過啦，佢哋最想幫助嘅前線人員啦。今集而家不如即刻追擊一下三號 Ariel 同埋六號 Kitty 嘅 Mission Update 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riel 曹晶晶。今天呢，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小小的 update， 关于我现在正在支持的温哥华前线工人。那么我选择的前线工人呢，实际上是妇女庇护所的一些社工们。Let's get started。我的海报已经差不多设计完毕，我只要把 logo 放在中间就可以分享啦。我做了一个 Google Form 去收集我的亲戚朋友们的个人信息。下周我会组织一些 socially distance 的洗漱用品 pick up。在节日期间，我每年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的礼物。在这个时间，我经常也会自己去反省，我很多东西实际上都不需要。在11月底、12月初的时候，我就会把所有募捐到的东西一起送到妇女庇护所，这样我们可以继续支持。社工们一起帮助那些需要的人。我的任务是向陌生人做公益文物挑战，这个是我第一个物品，看看我们可以换到什么。最后我们换到的东西就会卖出去，然后捐给城市清洁人员。没想到第一个物品居然这么轻松，这个是我们第一位商家 Jesse， 他不单愿意交换，还捐一幅画作为他的爱心。现在两个钟已经过去了，依然没有进展。终于找到第二位商家了，我们拿茶壶、换碱液和洗面巾。中间有人想买我们幅画，但是我解释在疫情下大家经济都很紧张，所以希望通过换物的方式令更多人可以献出他们的爱心。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后两位商家分别换了洗衣液和水晶。经过四个钟的换物挑战很成功，不幸的是我收到温哥华要戒严的新闻，不知道我第二天可不可以成功，但是我依然在路上。
唔該曬兩位華姐 update。其實唔單止係華姐可以幫助前線人員噶，我哋都可以幫助我哋身邊一啲嘅弱勢社群啦，同埋一啲嘅必要服務嘅工作人員嘅喎。嗯，冇錯啦。咁啊，至於下個星期咧，我哋就可以睇埋咧另外嗰四位華姐嘅才藝片段啦。亦都要提一提大家，美容角誰是冠軍競猜遊戲咧已經開始咗啦。如果想參與嘅話，記得去到新時代電視嘅官方網站啊。好，約定大家，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